就是选到其中一页是我们不可能事先串通过的。好，嗯，从这里面随便选一个位置，随便插进去嘛。对。好。呵。这一页空白。有了，有中文，有了有。艾琳。嗯。我希望你从这里面呢，记住其中一个字。其中一个字吗？对。请把这个字写下来。在你写的过程呢，因为我要避免我看到蚂蚁。好，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请你站我旁边好吗？在你写字的过程里面，为了避免我有机会看到 monitor，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摄影棚里面有 monitor，所以我希望蚂蚁，你从头到尾盯着我的眼珠，只要我眼珠一动呢，你就打我头一下。好，用力打，没关系。用力哦，差不多这样哦。他眼珠一动，你就吐进去，我说的。好。好好好。所以我现在开始写了吗？对，请把它写下来。哎，我会害羞哎，怎么办？写好了吗？我让你们放电久一点啊。好了，可以。写好了以后，把那页撕下来。撕下来以后，把它折起来，放在屁股底下。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好久哎。好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哎呀，好恶心啊！好，建议，请回座。啊！哇塞！我都冒汗来了。好，刚刚写了一个字，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看到艾琳她写的，因为她一写完了以后就把它放到屁股底下了。这一面其中一个字是你选择的，对，我们之间没有机会做任何的串通。嗯，同学不建议我直接写在这边吧？不建议。 Junior 是很多人都会觉得魔术师呢常写下感应的东西了以后等观众打开再偷偷改它，就希望你帮我一个忙。是，你从哪里看着我写下我感应出来的东西。好。边写边放电池。我也写下来了。现在麻烦呢，你把你臀部底下那张纸拿出来。现在打开吗？现在可以打开了。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偷改它。对，不，我压着你，不可能坐着，您看到我写的过程。